就休息了，出去逛逛江边，逛逛公园。必须是沐浴露，都在11点之前。睡衣，我不会，因为我都一直穿睡衣睡觉啊。最近在看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，一本小说。这两个我都看，我都看完了。小时候，样。还有什么不完美小孩慢歌，我都喜欢慢歌。随他去吧，都不。热情在咆哮，林俊杰嘛，一定是。就挺多了，在准，其实最近在准备有想唱的歌，什么1000年以后了，什么可惜没如果了，还有一些可以保密的歌，可能反差比较大一点的，不然就是温暖的。男神，不然就是霸道总裁，还有就是那种像小丑一样的那种 boss， 可以都选吗？那就，霸道总裁。民国不是表情包吗？我不怎么看武侠小说，我数一数我知道的啊，张三丰、杨过、小龙女，没了，狗带。音乐剧吧。我实话实说，我朋友圈我把它关闭了，真的。我微信就是跟别人聊天用，朋友圈我不用。看了标签啊，勤俭持家好人。那就，节约，节俭，拮据。